漂亮漂亮，猜错，我跟他猜错，再到这个，再没了，比我还烂，我得到完了。团体的方式来进行，先把对方搞死就对了。那等一下我们是蓝队先攻哦，所以蓝队站在这个红色圈圈的外头，然后看到我们场上呢有五个三角锥，我们每一次一队派上一个人站在场中间，然后我们不限时，就随便你打，随便打。然后呢，反正在被砸到，没错，在被砸到之前，你推倒几个三角锥就算是你们的累积分数。那每一队五个人最多就是25分，看你能够累积到几分，好吧？对，好了 ，OK 啦，没问题了哈。我刚刚远远。有听到他们有下指导棋，什么棋？砸死他们！砸死他们！早就想处理掉红队了，是不是？加油啦，红队！好 ，OK。我们会经常懒懒散散，然后就赢了。对啊，不小心就赢。一直想砸，就最后搞砸是他们。对，好，黄队请登场。因为你只要一漏接，你那边就输。对，哎呦，哎呦，因为他们先砸，没有司马，没有司马东，司马东，所以变成要赔。现在没有选，哎，有，他们先。先攻，对，你们第一位是队长吗？谢谢。没有，想你都对啊。想你都去，我去耗不了他们任何体力啊。可以，试试看，照你走，照你说的走一遍，试试看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第一棒。好，立冬第一棒，黄队请登场。我会不会一秒就死了？准备好。至少一个，至少一个。哎，碰到就懊恼了，预备。我左边快。其实是有打到的，但是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台中的父老乡亲啦。是是是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一次哦。对对对，好，不能再凹了。好，预备。哦呦！果然这是公平的，一个一个很难的，有了，厉害了厉害，可以啦，基本跟刚刚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干嘛浪费大家的人生啊？真的，你们上明威，好了，换明威，我这个全集的，我了，明威小布，过关好威，好，预备，快你传一个一个丢了啦，拉一个就好，完了，没有没有，快点。信心大增，信心大增。好，我们现在红队累积是四个三角锥，准备好了，鲶鱼上场，预备。OK， 再来上场是丰田，黄队累积得分9分，预备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再加2分，11分。好，那现在上场是队长加良，预备。快砸！快砸！你刚在旁边看了那么久，哇！你那边不
算数，漂亮漂亮。我猜错，我刚才猜错，猜到这个，对，这没了，比我还烂，我刚刚弄完了，我们做谁？你很烂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还是他们几个？你不准骂我们，骂我们，你不骂，十一个啊。好，先归队，先归队。队长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很丢脸呢。第一关直接战败，零分。太用心了，猜错别的，猜错别了，所以差不多来不及了，就是不是你想摆烂？我们慢慢发现，我知道为什么队长会选你们了。他一个小队长肌肉不错，在这里怪怪的。好，那这样我们的攻守交换，蓝队要派出的第一个是谁？我先。信仰。好，信仰，信仰，信仰。行，拿下五分。加油。好，蓝队第到了，到了。好，蓝队第到了，到了。居然没说开始，老师还没说开始哎，犯规啊，重一重一。你们快尊重一下我们老师嘛，还没 Q 哦，是男生就急嘛，老师都还没说开始，对啊。给摄影大哥的鼓，对，这边还有一个是等你的哦。对，我们有艺人的裁判，好吗？好，等老师，等老师 Q。哎呦，你再这样，我要打电话给你爸爸。太急了，太急了。失道荡然无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跑，我的跑，你不要动，太急了。等一下，太急了。预备。好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一个，中了。打中了。回报，回报，先看一下，先看，打到他背。care， 超 care， 大家超 care。蓝队积分一分，第二位要派上的是一哥，好，一哥先上场。他们刚刚的笑容慢慢有点消失了，有开始焦虑了。好，不啰嗦，预备。哎，你怎么投到你？拿哦，拿哦，拿哦！最后一个中了。Yes, 好的，蓝队积分两分，准备好，你们要派谁？最敏捷的小杰，加油，确定。好，请上场。失误，尽量不要传到我这里，这很关键哦。他很灵活哦，预备。要两个，哎，怎么可能？两个超强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六分？六分，倒在倒立了吧？倒在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两，他们才两分，才两分嘛。蓝队积分现在是两分，江宏杰获得了零分，跟王嘉良一样。所以刚刚那个。对，现在压力非常非常大。要上场的是尚伟哥。给他点啊！吵死啊！吵死！你脚最旁边一点，脚你脚最旁边一点。预备。我们赢了，超准的呀，太强了吧，太强了，太准了，他也没关系，对，他的专业是打不是闪，王子没有上场哎，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，说不定他可以得六分哎，荣誉赛啦，非常优柔啦，只要看谁是蓝队最强啊，对啦，看一下，优柔啦，好。荣誉赛啦，超拉超拉超拉！哎，我们要超拉，他们之后就会累。累，好。哇，抛球一直抛球这样。好的，荣誉赛，因为黄队确定已经胜利了哦。对对对，总分对。他们全倒，我们也是赢。对对对。预备。黄定威。喂喂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到底在过来啊？在过来，在过来，在过来！我可怜，太可怜，抱歉，抱歉，三颗了，三颗了，可以的。好的，黄队十一分，蓝队三分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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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
不选我们。我的天哪！欧巴。